鸡条粉们期待了半年之久的极限挑战第四季终于要来了。原定于上周末晚开播的极限挑战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准时开播，但毕竟好饭不怕晚，本周末4月30日晚8点半，极限挑战第四季第一期将在东方卫视准时播出。既然已经定档了，不如就提前来看一个小花絮吧。还记得2018春节联欢晚会上黄渤、陈伟霆、张艺兴三个人的唱跳表演最好的舞台吗？这可是一次又燃又炸的舞台。黄渤和张艺兴在男人帮里也不忘记表演。张艺兴先是在哥哥们面前表演了最好的舞台其中的几个动作。黄磊在后面大喊这就是街舞啊。各位黄渤哥不甘落后，紧接着也上场跳了几个动作。黄磊在后面吐槽这就是街边舞，罗志祥在后面全程笑得特别开心。要知道罗志祥是最近大火的这就是街舞中的导师，极限挑战后期也是在暗戳戳的帮小猪做宣传。这个周末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，期待极限挑战，期待男人帮。